八年，真五万只就是真水、真水、真恬静、真感动、真享受的一个礼拜的环境。每一礼拜，我望所有教会的同工，大家重视这段时间，因为这是咱个讲上好的献给上帝的一个盼望的祭司的祭坛。但是唔通袂记得，台湾各所在，咱有两千几间长老教会的礼拜堂，咱有十几种的语言的即时、相时伫个敬拜俄罗斯的主上帝，唔是读经教会的礼拜堂，但是像咱遮尼水，而且伊要邀请欢乐教会的牧师伫咱遮分享。下礼拜，礼拜一、二十个人。啊，我第一间的教会出去，迄个教会嘛是下礼拜早起的礼拜一、二十个人。下礼拜的人也过会当是前团啊，像来领。啊，咱就是讲拜托，拜托礼拜就卖干啦，像来领来做个拜堂咯。主日二是痛脚脚来，主日二都爱就是讲拜托讲，恁拜一到拜一啦。伫学校上课，拜托礼拜日来上主日嘛，都爱穿鞋，若无至少嘛，就爱穿穿拖来主日都讲好。啊，欢乐教会啊，恁无牧师伫遐，我人家己一个，逐礼拜伊在去面对一二十个朋友，大细项代志拢家己来。伊毋若伫咧陪伴教会来的人，伫咧陪伴社区的人。离婚的、食毒的、各种问题的，来陪伴做做学校，遐真有问题的囡仔，老师无时间通陪伴，伊一个人关心的面真宽，真欢喜。咱伫咧传福音，目前已经毋是干呐对基督徒，是啊对整个社区，因为上帝百姓调来用，嘛有啥物调来用。啊！现代咱的牧者拢有这款的牧者是调，是为着上帝国的打拼，为着每一个生命去做这个劳碌。啊，从下在起的时间，啊，咱都过七月初五了，咱的青年都要去遐，年年第四名第五，要去遐做过下教会时间，对社区、对囡仔传播福音。咱打算今年要停止。林牧师到处伫遐伫咧请求讲，那因我教会若无过来，毋知有其他的啥物单位会当来，啊所在拍电话，到尾也拢无人要去。林牧师拍电话来，牧师，下面咱要拜托恁的青年过来，讲，在伫电中迄边遐大喊，啊，遐有真侪囡仔，咱林牧教会已经培养到，拢伫咧期待每一年的暑假。跳一群哥哥姐姐来，啊，竟然今年煞全袂当去，啊，都无人会当去排队。所以，伊这个情况呢，我讲，青年啊，拜托他们那个心，感谢主，咱青年不客气。啊，今仔日，哦，这个在咱遥远的所在，家己伫家己关路，伫遐咧拍，啊，拍滚，为了福音，诶，女性诶，很多。在那裡陪伴很多要緊的生命的成長改變，我們再去將這個時間交給他，在我在境內面的生命。感謝上帝的帶領和穩定，也感謝牧師、千位牧師、宜君傳道、跟同工同職甲咱永和教会兄弟姊妹会接纳，我今仔日会当来遮，大家伫做伙敬拜上帝、三教会。我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关渡，这是我头一届来彰化永和教会。感谢大家的支持甲帮助，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弟兄，我伫你的名下甘心同齐组织伫遮，将我家己摆伫你的面前，
要用心思甲心灵来敬拜你。感谢你差派耶稣来世间做救赎阮的主。这时，我们要对圣神的引导，做回来领受圣经的话，也恳求你赐福给阮在座所有的人，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拢对主来会激励，嘛有帮助。在阮心中，阮安尼记得，拢是奉靠阮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是嘉义中会门路教会的牧师，我名叫做林木君。感谢上帝安排甲家人，以及因何教会咱大家的疼惜甲支持，包括今年咱的青少年是第五冬来到关路举办夏令营来宣队。其实我伫关路到这个月六月底才满三冬。所以我们团宣队是在进前林牧师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就开始在欢乐教会做团宣队。对我个人来说，我们英国教会的团宣队是我的天使，因为三年前我六月三十日在屏东民和教会三百多人的教会做最后一次的服侍，然后中道识别会，我较爱讲识别会，咱即摆最爱讲反总会吼。识别会了，对屏东到关渡，然后七月初一，因佛教会的团宣队到位，做会来动工。老实讲，六月三十日换一位牧师馆，要有足侪。含电话开关伫倒位，我拢毋知影。总是短宣队一到，所有诶物件拢摆设清楚，到下礼拜堂诶，伫桌仔椅仔边啊，处理好好势，然后开始下一件。伊比我搁较清楚，我落到下诶所有设备也是状况。因为我到嘉义真侪物件也毋知影，所以需要啥物个设备还是器材，电话卡一下，咱英国教会马上对中华支援到欢乐教会。所以伫迄礼拜，英国教会陪伴我做伙生活，做伙服侍，所以感觉上帝会疼惜。也感謝這群在歡樂青少年的團宣隊跟英國教會贏這大家的疼痛陪伴，親像天使一般。在這幾天在選團宣隊在歡樂教會這段時間，其實有很多讓我很感動的事情，我有幾個例。我們知道夏天下晡有時會落西北風，兒童營的時間大部分都是下晡，所以囡仔來禮拜教會到要回去的時候可能都會遇到大風。我看起我們團宣隊的大哥哥大姐姐對國中、高中、大學輪流夜雨傘，替這些國小弟弟妹妹吃好，一個一個送他出去，一個一個帶他們進來，甚至你看到雨傘是在小孩子的頭殼頂，這些還坐坐在那裡自己淋雨。看到這樣我很感動，因為對我來說，我是大學畢業，在幼稚園在做老師的時候，我才開始會這樣做。总是咱遮的团宣队的青少年，竟然真主动来看顾阮环路遐的细汉、小学的囡仔、弟弟妹妹。对阮来讲，这是一个小块的动作，不过对因的肢体的动表表达，会当感受到因的看重遮的细囝。也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关怀和疼。
因为落雨，遮个青少年下晡个点心，有着无爱互伊摕点心去人着雨，所以用脚去开教室个门，无拍算叫人互迄个门挂着，想留过留伫。看伫我个心内真毋甘，毋过互我真感动个是，阮即个可爱个姐姐。竟然忍着痛，嘛爱完成所有的事工，去探访嘛好，去带带活动弹琴，嘛是照安尼忍耐完成所有交托伊的事工。我是一个真惜命的人，真惊痛，看到伊安尼真唔甘，佮加上我是幼稚园老师吼，若囡仔发生安怎吼，老师拢爱先回室内安尼讲，室内室内室内，歹势歹势。无怕死，这个囡仔会坚持，甲伊父母予我回应，予我更加感动。不但无责备阮欢乐教会，更加重视家己个囡仔无细字，是予我予牧师欢乐真歹势。到今这个事件一直伫我心中。伊完深深地感动我，是怎样的父母，将坚持、勇敢、承担的精神，放伫遮个囡仔的心中。伫因的生命中，伫烦恼这个所在，予我看见迄个吞忍、无放弃、坚持的迄个轨迹出来。另外一个代志，嘛，予我真深刻的思考佮感动。有一个囡仔，这个囡仔是隔代教养的囡仔，对出世就是阿公阿嬷家。我到即摆还继续咧关心这个囡仔。这个囡仔下昼日英语学两堂，这囡仔真欢喜来参加咱教会的夏令营。有一天，趁阿公阿嬤无注意的时阵，摕一张大张的钱，砸来短宣队，砸来夏令营。不过阿公阿嬤发现有一张胖记，所以就来接囡仔的时阵，甲因问，看囡仔有摕钱无？还是讲咱会直接的反应是啥物？然后，这短宣队的哥哥姐姐。老师，甲这个囡仔问有摕无？有摕，啊，即马钱伫倒位？伊为着要爱买伊一爱，家己要爱的物件，所以摕钱寄伊的朋友去帮伊买，帮伊摕。总是迄个钱也真大，所以阿公阿嬷期待当将迄个钱会当摕倒来。咱短宣队诶，搁大概搁大大是接触着一款物件，因毋是骂这个囡仔，因就将平常时准备要给囡仔的点心摕一包，然后到迄个囡仔，就是伊的朋友，要寄伊摕买物件迄个朋友的厝，然后真温和的方式问迄个囡仔，就是迄个朋友，迄个钱即卖下落，或者知影讲。迄、这个钱安怎处理？等等，然后真诚恳，嘛真温和，真温柔，甲伊讲，即个钱是毋是会当转业还予因安尼？感谢上帝，对方嘛真 OK， 就将钱摕予大哥大姐姐，然后早顿来教会献予阿公阿嬷。所以阿公阿嬷真感谢。咱短宣队的哥哥姐姐，所以专门对因家摕因家种的金蕉，一只就这么长，是我从细汉到大汉头一次看到一只这么长的香蕉一鼻起来。然后一直讲无数感谢，多谢哦。伫这个代志的处理，
歹势，因为我去嘉义市办代志，我无在场。总是我回来时阵，迄当阵的营长，我一到伊马上就来甲我讲一项代志。我听到伊咧甲我分享这个代志的处理，我真感动，也真感谢。是怎样的家庭，会当教得出这么温和、阁有智慧的囡仔，会晓摕物件去甲迄个囡仔的厝？老实讲是有淡薄娇娇、雄雄安尼去拜访，总是因会晓用真委婉，毋是直接的方式，将代志了解清楚，然后阁真有智慧，将钱会当转数阁摕倒来。我相信这是永福教会青少年的爸爸妈妈时代最真好的模范，将要安那处理安尼代志的过程的经济，放伫遮青少年的心中。当伊拄着安尼的状况的时阵，伊就知影要安怎来协助遮问题。搁较重要是袂去伤害到遮细囝的心灵，甲因的家庭。圣经所讲的挂彩子，真油真细，可能比咱平常时食的糜仔搁较油。总是伫经济内面，因为内面有生命，有生命就会富裕，会富裕了就会渐渐大长，大甲亲像树啊、人鸟啊，伫未来会当歇伫遐，甚至有讲会当伫外顶做秀挂彩。这是一个植物的一个翻译，其实跟咱平常时食的挂菜是无同品种。耶稣讲的挂菜是伫当时当地所非常普遍的植物。这款植物主要是分布伫北非、中东、甲波斯，一直到印度的北部，而且伊的生命力真强，使用土地真大手游玩会当展现伊个信仰。那种伫郊外、野外所在，上大丛会到到五公尺。啊，那种伫咱家己土壤较好个田园内面，会当到八公尺。八公尺差不多两站楼个高，真高。伊个根嘛会当探较真。长真远，因为伫大小的所在，伊的根会当找到水源，所以伊会当成长到真大丛。会解讲是挂菜，是因为伊的籽有淡薄仔是有香料，也是香香的味，所以因就会将这个挂菜的籽。搬倒来啊，结油，然后用这个油来做调味的物件。一大丛的植物，总是伊的经济比0.1公分还要小，非常非常细。虽然我伫上帝的面前，我认为每一间教会用同款宝贝，嘛同款真重要。所以我家己拢讲，伫上帝面前，教会无大无小。总是若用规模来讲，我必须爱承认，欢乐教会是一间细间的教会。我拄到欢乐的时阵，若讲着教会教堂，伫迄个社区的人头一个反应，拢是国小边啊，迄个天主教堂。不过天主教堂即马已经无咧聚会啊，已经有一段时间。参加过夏令营的家长甲我讲讲，若不是教会有夏令营，爱带囡仔去到遐，我唔知影才有教会。顶个月有一对夫妇对台南要去阿里山旅游。然后，因对 Google 看到有欢乐教会，打算伫欢乐教会做礼拜了后，才要上阿里山，所以因就对网络找欢乐教会组织，
就照导航来找教会，准备要来礼拜。无打算导航甲因报去一个所在，巷仔入巷仔弯入去，是一间欢乐大间的庙。到这庙呢，这对夫妇就伫车顶讲：“要去问教会伫倒位无？”安尼，伊太太讲：“这袂定呢，这袂定呢，无可能啊。”先生讲：“无紧啊，咱来问看卖啦。”然后先生就落车问迄个庙埕咧泡茶的人讲：“恁敢知教会伫倒位？”庙埕遐咧泡茶遐人讲：“是基督教的哟。”伊讲对，伊就来报，你安怎来欢乐教会？虽然这是真简单的一个事件，真简单的分享，总是我听到这个分享的时阵，我真感动。倒是讲，我阵真无一段时间，因为真正足侪感想、足侪想法、足侪过去的代志，一一浮现吼。伫欢乐这个所在，对三号省道，我起来时阵，我无详细去算，不过公庙真济，欢乐搁较起哩。宫庙、寺、庙寺拢真济，对地方的人来讲，教会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款，其中的一间。甚至我咧伫国小甲囡仔上英语补习的学校，去学校上英语补救教学，有一个囡仔说：“牧师，我有看到你从一间庙走出来。”我心内 OS 是耶稣庙。甚至我咧办即几工咧，直接办活动、夏令营等等等一挂活动的时阵，我嘛捌接过一款电话，牧师啊，哎，讲起牧师不好意思，我们家最小的男生吼，阿妈说他要自己顾，所以没办法参加。刚刚那个男生，两个姐姐都可以。我第一个讲一个，我说拍死了，我找到迄个查甫的吼，阿妈讲要家己顾，啊，不过另外两个查甫一旦去参加无问题。下两年我咪邀请各种的囡仔参加，所以说会当做学习，变当做小队服，伊嘛做其他会当请求咱另外教会各个姐姐安尼。啊，所以其中有一个囡仔，伊国中，不过可能之前小学毋捌参加过。啊，因为我爱去一联络，确定伊会当来参与我的时间。我怕等我打电话过的时阵，说伊甲我讲，我不能去。我说为什么不能去？是时间太晚吗？就是不能去。我说为什么？因为就是教会啊。我说教会怎么了吗？他就阿公阿妈说不能去，说好，我了解，我都无改变叫。不过对我来讲，我知影，我袂当强辩，我嘛知影为虾米互人拒绝。所以这对夫妇对台南来欢乐，因问。要怎来教会的一段对话，然后是庙埕遐人甲因报来教会。欢乐教会虽讲有人因为信仰的缘故拒绝，总是嘛是庙埕遐人报一对夫妇来欢乐教会。我欢乐教会的朋友差不多二十个。阮全教会会当做伙去团福音的时间，是伫圣诞节期，甲家己同教会做伙伫欢乐乡的国小来报佳音。我伫欢乐教会头一天，甲遮会友、甲遮教会做伙去报佳音，回来了后，有一个会友问我一个真直接、佮现实的问题：“牧师啊！”
咱逐天安尼一摆，啊，搁一工尔去国小报佳音，安尼到底是有效无？因为我有伫国中咧教因德善者的课程，所以我着将我迄当阵的想法讲互即个兄弟知影。我讲，当我咧上德善者的课程，我会甲这囡仔讲我是牧师，无人知影牧师是啥物人。总是我讲，阮逐天拢有去恁无共款的国小报佳音，遐囡仔讲哦，知道。所以我就甲这兄弟讲，希望咱一天、一摆、一天的报佳音的活动，总是这个囡仔知影。第二天，当阮要去安排去国小报佳音的进程，这个兄弟佮问我同款的问题，因为伊是做事的，所以我就甲伊讲，咱报佳音。亲像亚精子，精子压落去，咱无法度确定对一粒精子的半亿，然后一半亿的精子嘛无一定会大长。纵使咱若无亚精子，敢有可能有精子的半亿？敢会有树啊的大？我讲了，伊要甲我回应啥物？毋过，阮要去报佳音的代志，伊有甲阮做伙去。阮番禺乡是一个农业的乡镇，阮上有名的作物就是柿仔、种柿、种果子树，毋是马上就有法度来收成。种柿仔，如果对细丛的树树苗开始种，至少要五冬七冬了后，才会当结果子，开始淡薄收成。不过果子树若大长起来，伊会当一直生果子，一直到一百年以上。我伫屏东民和教会的服侍，其中因为伊是三百多人的教会，所以我的主要事工就是主日学是其中一项。主日学的故事是我咧讲着滴啊啦吼。啊，另外要主日学教员要开会进行，我会爱需要分享一寡甲教材、甲圣经，还是甲灵修面的的代志，甲遮个老师做伙面对。伫这中间，我常常伊会甲因讲，主日学的时间袂当看现在，要看二十年后。咱袂当让囡仔即卖还阁细汉，毋捌代志，就互因会反应的，也是讲因故意要挑，故意要无配合，咱就要放弃。因为囡仔会大汉，会慢慢成熟，信仰嘛是安尼，所以主日的教育袂当看现在，得看二十年后。囡仔的教育袂当看现在，得看之后二十年后。这个像对主日的老师的考核，还是讲勉励，会当持续落去的动力甲欲望。我现在离番禺教会无过，我有修改我一句话，袂当看现在，爱看四十年后。因为伫侪对外地转来番禺探亲，也是讲回乡的人，有人会来礼拜堂看看咧。尤其阮礼拜堂边仔有一口古井伫遐。伫咧几十只人客的当中，大部分的人拢会分享因细汉伫即个所在安怎出入入，安怎佚佗。就是感谢上帝对番禺、对番禺教会、对报道所的设立，到今将近要六十年。过去所拿的政治，虽然毋是
大家拢有不易大长，总是伫个探来探访的人的中间，有两位姊妹因细汉捌住伫教会边啊，然后搬出去，因差不多四五十冬的时间，进前伫欢乐教会有咧出入细汉的时阵，其中有两个姊妹即马。是伫教会两职，两拢是职事。其中有一位姊妹甲伊个丈夫，嘛咧因带因家己厝内个家族来信主认捌耶稣。其他不但伫血缘会当成做一家人，佮伫主耶稣个听来结缘，伫主耶稣个救赎内面会当成做一家人到永远。我们教会是不是要举办夏令营？小学的囡仔非常期待，高中的囡仔也真期待，尤其过去捌参加过咱夏令营的遐个囡仔，甚至嘛有家长主动问我讲：“我说啊，恁夏令营的时间是当时？”今年咱诶，营长有甲我讲，因早起有拍算要去社区做变扫的工课，所以我就甲华山基金会的站长联络，伊嘛甲我回应讲，过年了嘛有长辈问伊讲，啊，今年暑假是毋是有学生会去看伊？对咱来讲，短宣队，所谓短宣队，可能是伫欢乐教会一礼拜的时间。不过我要讲，短宣队其实不是短，不是短，因为要决定要举办计划、开会、准备，甚至爱邀请同工，这是爱半年以上的安排。另外，对欢乐阮家来讲，短宣队同工回去了后，阮的心中不是结束，是咧期待明年。会当阁见面，会当阁做伙，甚至这个囡仔真期待，会当甲这大哥哥大姐姐继续联络，所以因有网络 Facebook 甲这个哥哥人联络。其实伫网络的顶面，这是真重要，长期陪伴甲传播音真重要的管道。短宣队伫外表看起来。可能真小化，甚至只有其中真小的部分，咱看会到。总是上帝国的事工，毋是表现伫咱看会到的表面之意，佮较重要的是，即个内面，咱音乐教会佮欢乐教会彼此之间的关心、帮衬、会疼，所展现出来的快乐。这嘛是音乐教会全教会的兄弟，就是咱音乐教会个人伫主耶稣这个大家庭，全力来支持咱青少年传福音、传宣的事工。传宣队哥哥姐姐，用主耶稣恩膏来到欢乐，家己欢乐社区的人。的心中面对的不是细汉囡仔尔，嘛包括长辈对细汉囡仔的影响，这个家庭，让社区的人对咱所做的来感受一款，甲因平常时无同款的迄款的惊吓，迄款的疼，这个疼是超越人。用利益来得到的迄款的关系，迄款的疼，咱知影是个人伫主耶稣内面。总是这个疼的性命，咱无法度对经济细细外表有限的空间、时间来束缚着。用这个疼的性命，是咱甲无限的上帝来个人。七十年后会安怎？老实讲，我唔知影。
甚至我嘛唔敢讲，我是不是阁有伫咧。总是无论将来如何，犹原愿意将这对未来的愿望放伫上帝的手中，因为咱相信，咱所做的细细，可能细细一天，上帝予伊会成做大手，因为掌管的是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要说，虽然也未不易，总是阮游玩要去夜景寺。虽然也未开花，总是阮游玩要灌溉。虽然也未结果子，总是阮游玩也肥了。也未看到利益，也未看到成果。总是伫阮心中的神，愿意继续努力。虽然有挑战，予阮犹原放着迄个愿望，将上帝国听的性命放伫阮的心中，成就阮个继续向前努力的动力甲毅力。阮安祈祷，是奉靠阮救主耶稣的名。阿门。